纸箱做玩具，今天玩什么呢？ Hello， 我是纸箱达人海苔哥哥。大家好，我是纸箱达人香草姐姐。我今天要代替月亮惩罚香草姐姐。嘿，怎么会是我？没有啦，今天我们要玩的是打击犯罪，讲讲。来，大家看我们的攻击目标，小偷已经准备好喽。哇，很可爱哎，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击落小偷了？对，我们要用弹弓，弹弓就准备好了。那我们今天几个三颗子弹？对，我们一人三颗子弹。好，那我们看谁打下的小偷最多，那个人就获胜。哎呀，女士优先。我先，不用讲手部。不用不用不用，这样。一定要先让女生来尝试嘛，对不对？那我一定要加油。好，来，我帮你稳住。好，加油哦。看起来蛮好打的哦。真的吗？对啊。好，给我一点信心了。回头打中。终于打好了。哎，是不是不好发射啊？你不要笑太早。惨了惨了，我刚应该笑小声一点的，太大声了。不要笑太早。好。哎呦。一次就击落了三个，耶！太高招了，真的。接下来呢，我想打一下屋顶的。打屋顶的吗？屋顶上。哦，他从这边穿过去。哎呀，好可惜哦。不过真的蛮厉害的，一次就击落三只小偷。好，好，换我来进攻。换你。那你帮我稳住哦。好。好了。第一发。第一发。有当过兵的海苔哥哥。怎么可以输给女孩子呢？是不是？好，看我的！啊，这个不算，这个不算，但是我不小心震动到了。这是震动的，来摆回去。哎，真的不好发射哎。当过兵的海苔哥哥。哎，我可以收回刚那一句吗？哎，请帮我剪掉好不好？来喽，来哦，哎，啊，好难哦，是不是？有没有突然觉得香姐姐还蛮厉害的哦？一开始抢不是抢，最后一发咯，最后一发，好，我帮你稳住，对，加油。什么叫做见证奇迹的时刻？发射出去，稳，阿达，中了，很准哎，这个不错不错。不是我在说，神射手就是海苔哥哥。但是海苔哥哥，我好像打中了三个。好啦，不过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哎。对，好好玩哦。那我们要做这个纸箱玩具，要准备什么材料呢？一起来看看吧。需要的材料有纸板、橡皮筋、图案纸、热熔胶、铅笔、长尺以及美工刀。哇，我们简单的材料都准备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小帮手是谁呢？大家好，我是曼欣。大家好，我是佩琴。欢迎我们的小帮手。哇，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打击犯罪。哎，你们有肌肉可以打击犯罪吗？我看看。哎呦，捏。哦，你们这么瘦，有办法帮我打击犯罪吗？可以啊，到底可不可以了？我们就来看今天小朋友可不可以帮我们完成我们的纸箱做玩具啊。好，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来做打击犯罪的基底座哦。好，那要准备什么呢？准备一个33×29的纸板，还有两个4×29的纸板，再来也是两个4×31.5的纸板。好，准备好之后呢，就可以开始来粘咯。那一样是使用我们的热熔胶，因为呢这个基底座啊，我们要架高。所以我们这个基底座，如果我们要打击犯罪的场地，如果要大一点，我们可以做大一点的尺寸，是不是？对，形状也可以改变哦。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长方形。长方形的。好，好，所以我们先粘短边的吗？粘短边的，接下来要来粘两边咯。好，今天小朋友会变成小小神射手。真的，我们今天呢是搞笑的小偷，待会就知道我们的这个犯罪者是长什么样子。我们的小偷很可爱。好，哇，看来我们的底座快完成了。对，快完成了。其实蛮简单的耶，一个大的板子加四边，把它架高，架高就可以了。把它作为墙。那爸爸妈妈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热熔胶真的很热，所以呢，可不可以随便乱摸？不
不行。对，爸爸妈妈要注意小朋友的安全。好，那我们翻过来看有没有成功哦。好，来，就这样，耶，很稳固，贴得很美。基底座完成。好，那来我们今天就要完成，来接下来海苔哥哥要带着曼希来完成我们的武器。哦，武器，弹弓，弹弓，没有错。我们今天弹弓呢，准备的材料呢，哎，非常的有趣，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因为我们弹弓嘛，有很多的这个形状。哦，那我们今天呢，选择我们圆形8公分的直径当做它的底座，我们准备2片。那我们呢，弹弓我们做这样的形状，哎。我们也是准备2片，但如果你想要做其他的形状也是可以的。好，那这个橡皮筋就比较特别了，仔细看一看，我们这个橡皮筋是圆的还是扁的？是扁的吗？比较粗哎。对，我们为了要让它的攻击力比较强，而且它比一般的还要大一点。哎，没错，观察力很入微哦。我们准备的是比较大，然后是扁长型的这个橡皮筋，然后待会可以依照你弹弓形状的长度去调整。接着呢，再准备适当的2片。纸片还有一个长的我们的纸片，待会要干嘛呢？就知道喽。好，那我们先来完成我们的武器。好，曼希，等一下我要请你帮我组合哦。好，我等一下呢涂满圆形之后，你要帮我粘上去啊，对齐哦。要压。好，对齐哦。对。弹弓也把它组合在一起了。一个歪的形状。没错。为什么弹弓都要歪的形状哦？这一根就可以这样握着，然后这边。再粘橡皮筋，这样拉就可以刚好弹弓就从这个洞就直接发射。而且如果中间没有洞的话，这样子就会反弹，然后结果弹到你自己。哎呦，对，真的哎，所以弹弓它做 Y 字形是有道理的。没错。哦，很好。有原因。有原因的，啊，你要对齐哦。对齐，对齐。可以吗？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把它固定在一起。那我们呢，先从底部，我们把它涂上满满的熔胶。哦，粘起来就好了吗？对，没错，我们把它放在正中间。对，这里，这里，好。往下。我们就要来准备它的这一个橡皮筋的部分啦。哦。那小朋友在使用剪刀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那我们呢，先把两条橡皮筋同时剪开。咔嚓。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要使用多长的距离。好。为什么要一次用两条？因为它的弹力比较好啊。这样会不会太长？你觉得？我觉得好像有点。有点长，那我再让我再缩短一点好了。这样可以。可以可以哦，确定哦。好，那我要捏住这里哦。好，好，我这边小帮手也有在看，真的。他说这样可以。好，好，首先我们先把其中一边对齐我们弹弓的其中的一边的 Y 字边，然后呢涂上热熔胶。刚刚呢，海苔哥哥有说适当大小的纸片功能就在这里了，我们要把它压上去，对，压上去，轻轻的压好。那最后呢，我们子弹怎么样发射出去？适当大小的长方形的纸片要把它粘在我们的刚刚橡皮筋的里头，发射区，对，发射区。好，中间稍微这个部分真的要小心一点。哦，这样就完成了。好，那我们就等它干之后呢，待会就可以跟我们这个底座做结合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做我们小偷或者是犯人他们住的房子。准备了一个24×5公分的纸板。好，那现在数学题来咯，请问多少乘以4等于24呢？六，对不对？因为我现在要分成四等份，因为正方形嘛，所以就六画一条线，六画一条线，六。好，接下来呢，割一点点，这样等一下会比较好折。哦，所以不能把它割整个割掉，对不对？轻轻割一点，轻轻割一点。好，好，小帮手现在帮我变成正方形喽。哎呦，好，真的比较好折哎，对啊，小技巧，聪明。好，接下来呢，这一边一样是用热熔胶把它粘起来。好，那还有一个小 paper， 好，什么小 paper？ 诀窍就是我这边割过的时候，不是会看起来好像快掉，对啊，看起来好像碰一下它就会破掉。对，所以呢，我们要补强。哎呦，哦，因为它干掉之后呢，就会很坚固。哦，所以在这边补强一下，要怎么样的长度？这样子呢，等它干就可以了。哦，对，那就用一样的方式呢，我们再做5个正方形的完成了。那我跟曼希要来完成三角形，好不好？好，
三角形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宽五公分，那三角形其实我们就不用对齐，刚刚像刚刚姐姐有说什么我们还要取平均分配，对不 对？不用，我们就是宽五公分就好，那这个长度呢可以取适当的大小。好，那我们呢在这一个中间一样是青青哥，对不对？对，你试着帮我折看看是不是三角形。哦，有有，合起来看看是不是三角形。哎呦，是是哦，太好了，那我要来把它粘起来。好，粘起来。好，像姐姐有说，因为我们旁边割了一刀，会比较不坚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再用热熔胶把它补强。哎呦，对，说得很好。好，那我们一样，我们要准备几个呢？来，我小帮手。小帮手来看哦，我们今天准备了江江，江江一共有六个，五个，你的算数。不懂，就算数，这六个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们准备了十个。哦，对，是几个呢？好了，五个。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好，现在呢，我们做好小偷的家之后呢，等，攻击的主角要出现了。哎呦，目标人物来了。我们今天，哎呦，我们准备了两板。哇，真的很可爱，所以我们的这个目标都可以依照小朋友想要做的造型去把它剪出来吗？对，剪出来之后呢，要增加它的固定嘛，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后面会贴了一个纸板。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让我们的目标站起来，所以会准备一个4×1公分的纸板，适当的纸板，然后让它站起来，粘在上面。哦，好，接下来呢，我要跟佩琴来合作喽。好，交给你了，我来粘，你帮我放上去。哦，那这个小心拿，小心拿。对，他来涂了一个两只脚这么一点点，又要让他站起来，所以要配型要对，要让他粘久一点，比较稳固。好，你们看我们的小偷，哇，好可爱哦，很可爱吧？完成了，哇，太好了。好，那接下来呢？哦，我们就要来准备好我们今天攻击的武器，要把它加在我们的基座上面啦。哇，这个就比较有一点难了哦，因为呢，为了要让这一个弹弓可以稳固在我们的基底上面，所以呢，我们要在它的底部哦加工一下。加工，加工，对不对？好，这时候呢，加工呢，就请爸爸妈妈拿出我们这个剪刀，好，把它轻轻的打开。好，那我们在圆心的地方呢，给它戳进去。哦，戳一个洞。对，然后呢，给它旋转一下。转，这样洞会很大。对，没错，就是因为待会呢，我们要加工一个热熔胶条放在里头。哦，我来把里面涂满热熔胶。好，我们把它组合在一起。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把它固定在这个基座上面。一样，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呢挖一个洞。好，跟刚刚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先把剪刀呢稍微打开，让比较尖的那一头呢，取一个中间适当的位置。那怎么量呢？我们可以拿这个圆盘，稍微对齐一下，让这个圆盘呢在基座的里头，所以差不多是这个位置。好，好，就有一个洞了。好，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武器呢装进去。哇，你看，这样就可以旋转了。不管躲在哪一个角落的坏人，我们都可以攻击他。真的耶！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来准备来布置一下，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打击犯罪可不可以成功的打击坏人呢？犯罪可不可以成功的打击坏人呢？等一下，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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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啊，你们没有准备子弹，我要怎么测试啊？在这里，在这里。那是子弹，很多的子弹，我们在裁剪剩下的一些材料，长方形的，卷卷卷，这样就可以喽。真的是废物利用。当然，我刚以为是那些不要要丢掉的，原来是我们的子弹。对，这个很重要废物利用。哦，不要丢掉就不会做成这样。所以只要小小的可以发射出去就可以当子弹就对了。对，小小的都可以。哦，我们来试试看。那海苔哥哥来测试攻击坏人哦。好，来，我来用你的子弹来借我射一下。好，弹弓，两只手压好我们的子弹，瞄，准备，瞄准。你要打戴眼镜的还是戴面罩的？这个。戴面罩的。1、2、3。哎呀！从它下面过去了。但是呢，我们的弹弓是很厉害的，是成功的。我们现在只差的是技术，表示我们制作成功，拍手。那曼馨、佩琴，你们想不想玩呢？想玩。太好了，那接下来就换你们来挑战看看喽。打击犯
太棒了！现在这个阶段呢，我最喜欢让小朋友来体验一下我们的玩具。好，那现在呢，香草姐姐这边要派出的是佩奇选手，我要当百发百中的神射手。哦，哇，很厉害耶！麦欣，看来他们来势汹汹，我们等一下要有自信哦。我们海苔队派出的是我们最厉害的麦欣选手，我一定会赢你的，赢你的，我们不怕。好，那我留两位队长来剪刀石头布，赢的可以决定先攻还是先守。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我们先攻好不好？我们今天呢，一个人有五颗子弹。等一下，研究一下，看我。想打哪里？因为那个蛋我还算是蛮久。对，这样也算吗？这样也算对不对？不算的呀，他摇桌子。跳出来。对，这个不行，这个摇桌子不算，没有攻击到。好，没关系，我们有一分。那个三角形那边没有，那个角度像比较好。关键应该是在那个角度，对，那个旋转的角度。这个就有算成功，这样算成功了。对，他刚刚打到了旁边，然后让他震动掉下来。这样子我们两分咯。哇，糟糕，很厉害耶！但是我们因为他只剩，他剩下两个字。哦，哇，一次打两个，哇，好强，好强哦，好强哦。最后一颗，搞不好第一个就全部。这样子算吗？这样子有点不算，因为他是因为对震动到了，所以呢，我们香草姐姐的佩琴选手。打中了四个小偷，掌声鼓励一下，很厉害。好，准备换海苔哥哥这一队的慢心选手攻击。不行，你下的蛮好打的。不行。哦，这样子是，这样有点难算呢，因为有点不太算，因为是打中一个地方，然后震动，然后它震动。你刚刚打到的是中间，所以呢，他刚刚也是打到那个，所以这要公平哈，所以这个应该刚刚是没有打中小偷的，再摆回去。好，没关系。我们还有四发，行星发射就好了。哦，这个就真的不可以作证了，它是打用力的打到框框掉下来了。好，所以呢击中了两只小偷，可以。最后三发要射下来才有算哦。哦，哇，没有射下来，没有。哇，这个小偷还很这个坚持在他的岗位上面。哦，有掉下来了，最后两发子弹哦。嘿，瞄准。哎呀，最后一发子弹，我好紧张啊！会不会打成平手的局面呢？我们瞄准好。啊！结果是4-3，香草姐姐队获胜。不过没关系，慢行，我们胜不骄，败不馁。我们主要的呢是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呢，我们呢感受到乐趣。哦，对，自己 DIY 真的很有趣，对不对？嗯。所以小朋友啊，你们在家里也可以找找看，还有什么样的材料可以废物利用，跟爸爸妈妈一起动手 DIY 哦。对啊，所以爸爸妈妈赶快带着小朋友跟着我们纸箱做玩具哦。哎，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玩玩看。好，换队长玩可以吗？好。好，来，你们两个小朋友剪刀石头布，看先攻先守。那你们要，我先进攻好了，好不好？好，你们先进攻。来，我们把它摆好。小偷跌倒。哎，这真的要摆得很好。3分钟做玩具。今天香草姐姐还有亮鱼要来做弹珠进洞，那要怎么玩呢？请亮鱼来玩一次哦。开始。噔噔噔，每一个都要哦。后退一点，还有两个，最后一个了，耶，成功！那这么好玩的游戏，那要准备什么材料呢？准备的材料有纸盒、纸板、弹珠，还有一个1块钱硬币。准备好这些材料之后，就可以开始来做咯。首先，先把纸盒放上去，拿铅笔把它描起来。描边，描完边之后呢，可以请爸爸妈妈或者是大人帮你割下来，就会得到了一个这个正方形的纸板。接下来要在上面做机关咯，拿出1块钱硬币，噔噔，还要在上面画圆咯。那小朋友，你们可以依照你们喜欢
它在哪个位置就把它画在哪里。那如果你画的圈圈越多，代表这个游戏难度越难，画的圈圈越少，代表难度越简单哦。小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决定圆圈的多少。我画好了，噔噔，现在呢，我们要用刀片把它割下来咯。一样，这个步骤可以请大人还有爸爸妈妈来帮忙。现在洞口都割完了，我们可以用双面胶固定在盒子上，对齐，压一下。我四边都压。对，压好了吗？压好了。我们拿起来看看。对，没错，这样子就完成了。那亮宇，你想不想再玩一次你自己设计的玩具？好，预备，开始。嗯，再来，再来，还有一个。啊，有个卡住了。好，过去，过去，过去。下来，下来，过了，过了，过了，啊，成功！好不好玩？好玩！太好了，这么好玩又简单的玩具，小朋友赶快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动手做喽！纸箱做玩具，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拜拜！亮宇，我们这一次用香草姐姐的来玩一次好不好？